竹北六千，幸福加倍。11万多人来领到这个幸福竹北6000块加倍的这个防疫金津贴，那总共预计我们要有12亿的金额来发放。第一阶段的幸福直送呢，温馨直送，我们已经发放了这个7000多万了，有12000多人，接近13000人已经不用申请就可以收到了。那目前这个阶段呢，我们就是要来拼异化的申请的这个人数哦。那即使我们用县府规格哦，来设置投票所的这个发放哦，一定也会大排长龙。所以我们力推异化，我们用科技的方式来做呈现。我想这也是我的政见做到的第一步，跟防疫金啊，这是第二个政见。我们同一件事情呢，双政见说到做到，同步到位。那目前我们的规划是，每天早上的9点。到下午的4点会为大家来接受临柜的医化。那事实上呢，我们的这个医化申请非常的简便，也可以邀请我们所有的长辈哦，如果你还没有收到这个温馨直送的这个服务的话，你可以请你的孩子好来协助你好来协助申请。其实操作顺利的话，大概只要1-2分钟。